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用。你到底喜欢哪一个 ？PowerPoint 或 Word 可以做所有的图片去配哈。来，一定要去配哦。所以同学先找一张，我不要没有去配的图。好，随便。这个功能大家也要会，因为 Office 里面现在就已经有这个功能。这功能在 Office 什么时候推出了？2010以后，所以学校用的版本，如果是2010以后的版本，包含2010就会有这个功能。另存图片哦。哎，你把它另存下来，或复制也没关系啦。对，你按复制也可以。啊？按右键复制。其实是 Ctrl 加 C。但是我按错了。我们来这边哦，我增加一个新的投影片。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帅？好，我们把它贴上去。对，就是这张。好，贴进来了，对不对？帅。好，怎么做？然后那里有一个，可是我是用 Word 做的耶。Word 跟 PowerPoint 意思一样啊。可是我比较喜欢 Word 啊。艺术感。插入，然后那里有一个。好，他现在做的是错误示范哦。真的、哦？老师，你换 Word 啦。明明就在上面，然后都不看。档案吧。图片跟什么有关系？图片跟图片有关系，格式有关系啊。然后那里有个移除背景，按下去就对了。然后这样知道在哪里了吗？好，你现在看到变粉红色的，粉红色的就是什么？要被去掉的，它会被移掉的。可是这样是不是移太多了？对啊。该怎么办？自己用啊，自己动手用。对啊，你只能动口，不能动手啊。对啊，所以你所以要靠它、啊。如果你聪明一点的话。聪明点，嗯，动手用。看上面对不对？上面有工具有没有？有加跟减，加的就是什么？你要保留下来的，减的就是你要去掉的。你可以留一个人头下来、啊。你看左手边有没有慢慢跑出来的？哇！可以什么？消防？之所可以。你有没有觉得他很随便？真的啊，这个不要太认真啊。这个太认真就输。太认真的话，你反而做不好哦。对啊。他这样是对的哦。那个太有洁癖的就惨。他的耳朵不见。你只要怎么样，在你要的地方把那个线画下去就好了。哦，记得是要在你要的里面，或者是不要的里面哦。你不要在那个边缘上。对。你不要在那个边缘上去做文章。像他现在就已经。太认真，已经太认真了，有没有？你可以不要那么认真，有没有越来越糟糕了。你可以不要那么认真，没关系。然后你就按，好。万一做错了，上面有没有叫删除标记？嗯，也可以拿掉啊。按下去就对了啦。或者你要全部重来，你就按舍弃所有变更。不要。我做一个给你看一下了哈、哦。我先把它的舍弃，本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嗯。你只要插入图片之后，进到格式这里，移除背景。好，它现在有了。假设我要帽子，我要这个，我就在帽子这边刷一下，有没有就进来了？那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可以怎么样？你可以放大一点看，然后可以用的。这里还可以编辑哦。那如果不够的，你就再刷一下，它会自动判断嘛。你有没有发现我都在哪里？我要的里面，对不对？这里我要有没有？我就在要的里面。这样有简单吗？哇！耳朵有没有放在里面？耳朵是不是就出来了？这里是不要的，我就用这个。这里我就刷一下，小小的，哇，太多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把它要的这里刷回来，有没有再回来？哦，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，所以不用太认真，把握一个重点，要的里面就好了。好像这里我这里是要的，我就刷一下，再刷一下，这里再刷一下。那万一这里真的有问题，这里可以做调整哦，可以做调整，你就选看哪一个不要，你把它删掉。那么这边有一个外框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最后图片的大小。好。好，所以你要哪一个？假设我要多一点点，你就把它拉开一点。如果 OK 的，你就保留变更。你看这样子不是有没有只留一个人？对啊。对不对？请问可不可以再进去？你现在做完之后，万一另外那个阿娜达要找回来的话，可以吗？不行。请问可不可以？不行。阿娜当然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能再回来？可以回来的。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？哇！好，所以你在这里面，你可以随时再回来，因为它并没有把它真正删掉。
但是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哦。好，给你问。请问，如果我现在把它去掉了，对不对？嘿。这个我是不是只能在 PowerPoint 里面用？我能不能拿到别的地方用？不可以。比如说，我想要拿到我们 Focus Guide， 我想要拿到 Word 或其他软体面用，请问可以吗？不可以。有没有谁赞成的？好，我给你鼓鼓掌，因为他是唯一对的。虽然已经没有礼物了，但是老师还是要称赞你一下，因为那个是对的。请一个。好，请一个、哦。我怕他会受不了。好，其实你可以拿出来，怎么拿出来？按右键就好。右键。哦。有没有叫做另存图片？就是这个。请问他会用什么格式？他会用。我们最会的那一个。PNG。对，因为 PNG 这种格式可以带透明度，而且那个透明度可以带256种，就是从不透明到完全透明。所以你如果有阴影的也会带出去，了解哈。所以你看我们把它存成这个，好，把它放在桌面上。好 ，PNG 对不对？所以你回到这边来，你就可以从图片这里。男人真的好帅哟、哦！只可惜少了一个，好难过。好，点到它进来。这样有没有进来了？有。这样了解哈。所以其实各位你手边就有这些影像的去背工具，当然也有云端的服务。只是因为大家的都已经到 Office 2010以后了，事实上就善用一下微软有提供的，事实上是不错的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